好，那说到春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红包。然后以你们现在，就是你们每个人在家里那边有什么收红包或者送红包的一些特别的风俗或者什么东西？红包收红包没什么讲究，那包红包有什么讲究？包红包的话，你肯定不能包太少。就是你，我反正我们家里的话，就是你看你的收入是多少，你收入高一点，自然就拿的多一点；你收入要是少的话，你就给的少。这种也会跟家庭条件有关。阿姨，我不要。那今年过年回去的话，你们是收红包呢还是送红包呢？今年过年能回去吗？是的，如果可以回去的情况下，那肯定是收红包啊，对吧？就是广东有什么讲究吗？在收红包？广东讲究就是结了婚才派红包嘛，就不结婚一般是不派红包。如果40岁没结婚呢？那就不派，就你也不收，你也不要派，那就。马哲呢？我觉得在东北可能就是我上学的时候一般收红包，但是，你工作了之后就需要给家里有小孩就挣着钱了以后是吧？对对对，差不多就有收入之后。对对对，你不管多少，你意思意思。嗯，好，那接下来呢就是送给大家红包，然后大家抽。我想给我发红包。你们抽一下去，你就摆那让他们自己选嘛。都不一定是钱。他都不一定有东西，一定是祝福，对吧？是。那我就按顺序吧。Oh no！ Oh no！ 红色面具。我天哪！贴上医院块钱的。哎，是新田。哇！100块。感谢赵哥，他拿的时候我抢了过来。我天哪！对，刚刚那个本来已经是在赵柯这边了，赵柯没要。没事，他要就给。生活好难。戴上父母面具。好，这个是有意思的啊，就是现在大家抽了红包，然后钱数最多的是小熊，对吗？对。然后你是接下来的所有环节的主持人，因为你拿的钱多。然后其他的就是收到相同。等一下，这钱。太好了，你这边收回去。不收，可以拿走，可以拿走。对，然后那个收到相同的，就你们拿到相同钱数的是分为一对，然后有接下来的环节。那他呢？他是主持人啊。他不参与游戏吗？对。We are the one. We are the one. We are the one. 好，接下来就是大家换一下座位，然后把这个手卡给小熊。